6月5日晚，澳门吉克手贾斯乐在香港文化中心举行个人音乐会。今晚圈中好友阿姐、王明泉、吴宇大哥、阮兆祥以及表演嘉宾王新平、李瑞恩等一众艺人到场支持。音乐会在王新平一首经典名曲《别问我是谁》中拉开序幕，他那温婉动听的嗓音及神情款款的表演，博得了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。王新平透露自己学了半年吉他，今晚也有他自弹自唱的表演环节。新平笑称，这次是作为吉他新手，厚着脸皮勇敢登台献艺。其实自己是很大胆的，刚刚学吉他，是吉他新手，可是竟然很厚脸皮的就已经敢拿着吉他在台上自弹自唱。同场的表演嘉宾李瑞恩也献唱了歌曲，聊到早前与歌手泳儿合唱的新歌，他表示看到 MV 时自己都忍不住哭了。那首歌很好听，然后没有看过那个 MV 嘛，然后看到之后我就哭了，因为拍得很好，我知道他是他自己拍的，然后自己做导演嘛，然后这个故事很好。Thank you.